豫剧桑派唱腔优美，委婉细腻。桑派演员苗文华来到跟我学精彩讲授。豫韵流芳，豫剧交唱系列节目豫剧桑派对秀协中的唱段三番牙噪高声呐喊正在播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邯郸市东风剧团的演员苗文华。苗文华，豫剧桑派演员，第十八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他扮相俊美，表演细腻，嗓音甜润，演唱风格在继承桑派神韵的同时又有所创新。今天呢，我和我的学生和在座的各位朋友一起学习桑派名剧对秀协中的张春杰的唱腔。现在呢，我用伴奏带先为大家演示一下。唱出来小姑娘的俏皮、生动、机灵和那种活泼的劲头啊，嗓音呢要往上更大一点。那么我现在开始教大家唱《三番牙噪》，唱。这个唱腔呢，小折扣比较多，你像汁儿啊、姐儿啊，都这样带这个儿化音的比较多，所以呢，它这个小折扣，大家唱的时候注意，不要张春杰笨了，张春姐儿，哎，你唱一下听听。
长春家儿胆战心寒。好，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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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声呐、啊、喊。喊上去，高声呐喊，再大一点，再高一点，再上一点，打上去一点，高声呐喊，呼住气，靠着点气就更会更好。大老爷问的我无言答对，大老爷问的我无言答对，我的个小妹妹，我的个小妹妹，谁唱一下我听一下。我叫你替姐姐回回关。好好，大老爷问的我，哎，后边再无言答对，答对，无言答对，回答。无言答对。你别答对是答对。无言答对。喂，对，你唱够了就好听。无言答对。无言答对。我的个小妹妹。我的个小妹妹。对，后边有埋怨她的意思。妹妹。妹妹，哎，埋怨他一下，我叫你替姐姐去回一回人家话，谁知道你就跟人家发脾气了。他说他跪在那里就说他，偷偷的跟他讲话啊，我的个小妹妹，埋怨他的不是小妹妹就不对了，我叫你替姐姐回回关。谁刚好空一下吧，会管谁叫你大堂口内出了恶言，言是埋怨他，言对埋怨，我的个小妹妹，唱我的个小妹妹，我叫你替姐姐回回关，我叫你替姐姐回回关，谁叫你大堂口内出了恶言，谁叫你大堂口内出了恶言，大堂口打到上面以后，打到上额是上面以后再回来，大堂口，大堂口，比不得，比不得，咱家内。啊
句话说错了，我明难。一句话说错了，我明难。你拿着咱三条性命，你拿着咱三条性命，全当着我问。全当着我问。啊，这个唱腔的吐字一定是要轻的，这一点点是轻的。大堂口逼不得咱家内，一句话说错了，活命难。难，这个难，不要难，笨了，难，一定往上走，声音往上走，要的是那个轻松的那个音儿，不是满口。不是满口在吐字，而是在轻轻的那一点点上来走。来，你学学。大堂口逼不得咱家内，一句话一句话说错了，活命难。你拿着咱三条性命，全当着我。好好好好，发声的还是比较对的。嗯，那个口型啊，包括是这个放松的程度啊，还是好。你就是不敢唱，哎，有点害怕。我唱几句，你跟着学两句，你就。大堂口。再再好一点就好。大堂口逼不得，逼不得咱家内，咱家内内内一句话。一句话，对，保持保持。一句话说错了，一句话说错了，说错了，说错了，活命难，活命难。你拿着咱。你拿着咱三条性命，三条性命，全当着我问。全当着问。大堂口能姐姐，我会回关。
大堂口飘飘白，青天的大老爷上庭宴。好，大堂口还是一样的，口口口，把口再收回来。那大堂口，对，大大堂口口，这口口口，哎，大堂口，大堂口，飘飘白，飘飘白，青天的大老爷，青天的大老爷，上庭宴，上庭宴。我们教的桑派的对绣鞋就教在这里，那么下边呢这个时间请您朋友们，你们看有什么可以提出来的，和现场你们唱一唱，我可以听一听。都说这个对绣鞋是自乖运巧，因为很多时候以前我们在戏迷在一起玩的时候，练唱的时候总是唱的嘴显得很笨，唱唱就不敢唱，唱不下去了。那么平时这个自乖运巧，我们怎么才能乖，怎么才能巧呢？能给我们一点方法吗？好，好，谢谢啊。好，那个自乖运巧，百句不竭啊，对绣鞋是很能代表这个桑派它这个特点的。刚才咱们交唱的时候，你都能听到，咱们是灵动性的，它每个字它吐的都是轻轻的，不是那个很笨拙的，而且是这个气息的运用，它不是是说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出来。它是积存，就是吸气存到这里，完之后慢慢的出，声音的灵动性会更好一点。尤其是后边那些唱腔，前面这些唱腔还慢一点，不是说太快。那么它的灵动性也有，那么后边全部都是那种一点点一点点那种很快节奏的，更能感觉出它的灵动性。我要给你说气，那就换气，桑派的这种换气，那是很重要的。我请问一下，就这个我听这段子里面好多都是前面的空半拍，我们刚学的空半拍一般都不会，请你们教教我们。一般这个桑派的空半拍比其他地方的空半拍还要迟一点，它还要迟一点点，它会更叫让你感觉强那么一点点，它所以它叫强，没有这个闪它就没有强，它只有闪的时间长了它在后边强了一下，就是特别乖巧，这一点是最好最难得的，是你看那个大过去是大堂口，咱这不是大，他这样打下去以后起来才唱，这个闪就是闪才能控制一拍，很好听。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听这个桑派的唱腔里边好多发音，就是他那个落音的时候就是安比较多，在这个我学唱里边，我就是感觉这个安字就不好学，不好发，能教我一下吗？安它归鼻音了吗？不，它不完全归鼻音，你看它说安就像，就是说桑派的很多它不是闭着声，有那不是这样的，它这样的，它不是好多的都是这样用鼻子闭上嘴巴闭上鼻子就不好听了，它这也是这，咱们说先了以后再再弓鼻子，先这样子春天儿带着心寒。
一句话说错了，活命犯，你大哥们反复心定，全当作完。好好好好好，咱们今天对绣鞋这个唱腔咱们就教到这里，等下期咱们再继续学唱。好的，我们再把前天学唱的再重新温习一遍，咱们大家一起好吗？